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那今天呢，咱们给四只小狗打了狂犬疫苗，三只小柴犬，一只拉布拉多。那为什么要单独说一下这个情况呢？首先，很多人对于狂犬疫苗呢，他是理解有一点错误，总感觉说我这个狂犬疫苗可以打可以不打。其实正规犬舍都会建议打狂犬疫苗，因为什么呢？为了人身安全呀，为了狗自身的安全呀。但是狂犬疫苗跟前面的三针的基础疫苗还是有一点不同的，就是说它对狗狗自身的健康的影响并不是很大，它更多的针对的是人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单独说他们四个要打狂犬疫苗？首先呢，他们涉及到一个办狗证的问题。如果你想给狗狗办狗证，那肯定可以涉及到一个相关部门的要求，他会要求你去指定的宠物医院打狂犬疫苗并且盖章。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我们打了回去以后你再打，那这样间隔的时间很短，打重复了就会有风险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会提前问客人是不是需要我们给狗狗打上狂犬疫苗。其实一针狂犬疫苗对我们来说就是影响并不太大，成本不成本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想因为打重复了以后影响到小狗的健康。那这样一来，作为我们的客人，如果你想给自己的狗办狗证，提前问清楚相关部门，如果由我们来打，他们是否认可？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，最好是带回去以后自己再打，好吧？就这点区别。那同时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这狗狗呢要去香港或者是去国外，那这样呢一来，它的狂犬疫苗是必须要打的，这是硬性要求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是客人呢不用担心，我们提前都会打好了。这只小拉布拉多要去宁波啊，它的新主人呢就是提前了嘱咐我们了，要给它打狂犬疫苗，要给它打上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家伙，这就是前几天石家庄的客人订的，他也要求打上狂犬疫苗。他呢是去多伦多一定要打的，这个是因为出国嘛。然后这只小柴呢，它是去杭州，是应主人的要求一定要打上狂犬疫苗。也就是他们那里面肯定是认可这个防疫的过程的，才会允许这样。如果不是受办狗证的影响的话，我们肯定是愿意把他们所有的疫苗都打全以后再发走。狂犬疫苗的注射呢，最重要的一项呢还是针对于人。那在这儿需要提醒的是，狗狗的防疫过程它是从出生以后在3周左右吧，大概就开始进行了，而不是说我只关注于打的哪一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定要是前面的驱虫要做好，然后呢再进行疫苗的注射，是这么个过程，好吧？大家一定要对于防疫过程呢有个正确的理解。包括狂犬疫苗这一项也是，它可以在最后一针一起打，也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打。你看你脾气真大啊。
了。